啊，主席，各位早安。嘿，我们请部长啊。啊，部长请。部长。陈委员好。哎，张部长好啊。我想请问一下哈，我们气象局报告哈，这个雨量一天哈是雨量要将近有1000多公里是，然后也有800多公里是，然后苏澳呢，它降的雨量一天是100多公里哎，你们这样子。不止不止，那个苏澳降的那个不是、啊、一个小时就100多公里一个小时 对，那这样子的话，你们没有这个警觉性吗？哦，向委员报告，气象局的那个气象局报告都已经这样子了。不是不是，气象局没有预报时雨量，时雨量是那个发生之后累积统计的。不是不是时雨量，气象局预报的是总雨量，总雨量，总雨量1000多公里已经不得了了、欸。哦，那不得了，那个是很早就通报了，啊、所以刚好特别向委员报告，就是说中央在一边通报，早上8点钟就通报了。就是会议的时候就已经有把这个讯息传给地方政府。那么宜兰县那边可能因为还没有开会，所以我特别向委员报告，他们回传说收到这个资料是下午2点多钟，我跟你才收到。气象局报告，各个媒体全部都出来了，你们中央地方都要有这个警觉性。是的，这可以预料到会产生什么情况嘛？你看高雄的情况啊，屏东的情况，这个都是有前车之鉴。在先，为什么都不赶快做预防工作？还有那个台九线哈，是你106K到116K哈，这个路段是谁来管的？是公路总局嘛，对不对？公路总局怎么是也不是宜兰县政府嘛？所以封路是公路总局封的。对啊，对啊，责任是在公路总局哦。是，没有错。你们有没有追究这个责任？而且那边有一个牌子是说不能通行，在修复修理是吧？在维护。修理 路段嘛，不能通行，他、啊、为什么再从花莲那边又放回来呢？没有，委员所讲这一点我并没有听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有啊，那个牌子啊，昨天那个电视一直在重播啊，有一个牌子，粉红色的牌子，是说禁止通行哦，啊、禁止通行在一再的在开放，所以造成那么多条人命哦，这个造成国家成本，你看你们现在一天动用了那么多的、人力在那边搜救，而且是对。是松那个山谷哈、哦，又那么深哈、哦，我是觉得说预防哈、哦，比你后续的这个善后动作哈、哦、要更重要啦。是，大家都没有这个警觉性。我干嘛讲你赖政部长那天还一直在这边啊、哦、被质询，然后呢，我们的行政院长、我们的马总统都是慢一步。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螺丝松掉的情况、啊？委员，我是尊重立法院。那一天是刘委员主持决议，说中午继续开会。这种紧急事情，立法院有那么重要吗？你们说要开什么行政会议，还不是一样去开，对不对？那个立法院没有这个警觉性的，通常是优先的。好了，我再请问你，现在宜兰县淹水哈，每一户要补助多少？比照那个莫拉克，多少吗？因为淹水是经济部补助的，我再想一下，好像是30公分、50公分都有一个标准，50公分以上，然后好像是20万，是不是？还是10几万？我只知道标准是50公分，都25000，都会按照规定来补助是吧？对对对。那高雄县怎么一户怎么5万块？那个时候莫拉克台风他们宣布的、啊，地方政府可以自己配。哦，地方政府自己在加码的部分，由地方政府。你知道宜兰县是非常穷的县市哈，是不是？我们中央应该要多一点。哦，这个不行的，那个向委员报告，你动用中央一定是补助一个全国统一的，是中央补助，然后地方要再加多少？以地方各地方政府，那你现在地方要复建的、重建的这个经费非常多嘞，不是宜兰县的财政可以克服的。总体的问题由行政院长来决定是。这也应该你们内政部这边要报上去，也赶快请行政院来做决定啦、啊、齁。我也是宜兰人啦、啊、所以我真的很关心这一次的这个梅基台风齁、哦、这么样的重创，78年来最大的一个灾害齁、哦、实在很可怜啦、啊。好啊，接下来我请教那个儿童局齁、哦。张局长。你们张局长，你们那个。你们那个早疗服务计划为什么少了？今年为什么少了1200万？早疗那么不重要吗？已经做好了吗？都做好了吗？
谢跟委员报告。我们在整个预算的调整上面，我们事实上有跟地方政府还有团体做过一些讨论。那今年会调整的预算就是有一部分的钱中央减列，但是呢地方政府我们要求他们有编列。那过去就是非常多的预算都在中央。不是，我不要说地方政府了，我现在讲的是你们中央的，为什么少来1200万？是我们少在哪里？对，我们这个部分就是请中央自付部分的这个费用。好比团体要来跟我们申请，我们要求中央编80，我们出80，他们出20，所以有经费的一些调整。那这个部分也都跟地方政府做过讨论。你公司我听不啦，我说你为什么少来1200万啦、你找廖经费少来1200万，你们中央编的啊？为什么会减嘛？这个理由在哪里？原因在哪里嘛？如果实际上需要的时候，因为它是统筹在整个补助费用上，好啦，我们可以调整，没有问题。你之后怎么调整？你之后来跟我报告哈。是，你还是没有答到我的问题，答复我的问题哈。你们那个早疗的示范计划哈，一直都没有给本席哈。你们现在办的怎么样？有没有示范计划？有没有在执行？有，目前在4个县市在办理。一个是苗栗县，是请这个一个佑安好有在执行。然后另外那个内容是什么？目前就是择定一个是不是叫本席去年跟你提的那种是道宅服务是道宅服务就是用专业人员下去那几个专业人员配备是怎么配备？是目前我们补助4个县市，那像万安苗栗的这个教养院，我们是补助他204万。不是，我现在不是说钱的问题，我是说内容。你执行计划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人事费，不是，就是社工人力的费用是有哪些专业人员下去嘛？你这个示范计划是补助哪些专业人员？有补助特进。你一个早疗团队应该有固定的一些专业人员，特教社工还是什么？职能。然后有，如果是语言的话，也有搭配语言这个治疗师。好，就是因应这个小孩的需求，临时来凑这个专业人员就对了，是不是？好，那个执行率哈，执行的状况哈，请给我一份报告，好不好？好，好。那关于社区保姆计划的这个部分哈，部长，请问在儿少法第7条《儿童局组织条例》第2条里头哈，有没有说促进就业的这个部分？有没有？没有背起来。你们没有，你们没有这个促进就业，为什么你们在计划里头说要促进就业？促进谁就业？促进家长就业，相关促进托育，促进社工就业，对，啊，托育业的这个就业应该是劳委会的事情嘛，对不对？啊，你哪个人被促进就业啊？这些呢？向委员报告，如果说比方说要托育，当然要有托育的工作者，那托育工作者你们这个照顾好保姆计划哈是。严重的疏失啦，这个我现在讲哈，你都不要讲说什么经费啦什么，现在是服务内容，服务的这个计划的内容哈是有失当啦。比如说好了，你一个低收入户，你补助他5000，对不对？对不对？好了，低收入5000，他请得起保姆吗？白天的保姆是13000块呢。啊，他付了5000，其他8000要怎么办？那个不是整个帮他，我知道，我知道补助，他就是付不起，他就用不起嘛，用不起嘛，对不对？用不起，可是我们还有这么多人申请，所以并不是说真的用不起。这个我现在跟你讲，这个重点在哪里？为什么执行不出去？这个重点在哪里嘛？执行不力的重点在哪里嘛？还有你说一般150万以下的补助3000块，150万以下一个月收入多少？12万多呢，这个已经比中低高了。你十二万多好，你十二万多跟以下哦，以下哦，跟4万块的，一个月收入4万块的，你补助他3000，他可能还要付1万出来，他就不用租房子，不用吃饭了，是不是？像我在报告，我现在跟部长谈的是说，帮每一个人全部 take care。我对你调和谁？我现在跟你讲的说，这个部分呢，你们的补助是错误的。应该要像教育部那一种补助的方式，他要分级啦，分多一点级数啦，还有一般户的部分哈，你这边在一般户就是150万以下嘛，我刚刚讲的哈，那个部分应该把它分级啦。委员的意思是像那个我们那个扶持5岁幼儿那样，按照收入分得很细那样，这样哈，执行状况才会高一点啦。否则你看你现在这个执行率
非常的差，非常的差哈、哦。你这样子，还有哈、哦，你们去年为了说我也咨询过，为了咨询率的问题，你们把军教加上去，哎，军人跟军教人员呐、啊，军教人员都加进去补助，结果还是没有办法执行呐、啊，也没有比较好啊。是，为什么把那军教也加进去？他们不是薪水都很好了吗？是原先的规划上面，他的排付就是150万，所以并没有排除他的身份别的部分，叫职业别的部分是没有，他是用总收入，家庭总收入150万。可是你们去年把军教也加进去、哦，刚刚已经讲了，不是按职业别，不是按职业别，是按收入，所以军教一样有穷的人，哦、并不是说军教都是富人。所以对了，我说你们军教有穷，我。没有错啦，可是你加进去执行力还是很低嘛。我现在讲这个啦齁。还有你们一百年又被砍了884万。哎，这个文运处在哪里？报委员保姆的部分是没有预算是没有调整，还是维持99年的预算额度。可是我这边有一百年的预算又被砍掉884万啦、啊。确定是没有。怎么会没有？我们在预算书里头有看到啊，那个委员，我们刚刚口头报告有讲，儿童局的预算今年62亿，比99年增加9亿多万、欸。这个委员不要只看单独哪一个项目说啊，这边少了200万什么，我们要看整个儿童局业务增加9亿多。不管你增加了、减少了，我说你们这个方案的设定的补助的方式。是有瑕疵的，所以是不是要改变？要不要改变？委员可以把要修正一下，好不好？建议我们改善的。我们讲，我们好来考量如何办理。具体就是我建议嘛，像那个刚刚讲分级是不是？那个教育部这样啊，要分级一下嘛，好，你不要全部从150万以下就全部涵盖。是，这一点我们研究一下。结果呢，你补助那一些3000块也没有帮助到什么，对不对？所以你的执行力不利嘛，对不对？有没有？你这个部分是不是改变一下？这个部分我刚才已经回答委员，我们会回去研究一下，是不是比照那个5岁的那个扶持幼儿计划时程啊，要有一个时程啊，不然呢，哦，另外呢，我们研究好，一延下去就是又一年了，可以吗？可以改变哈、哦，这个部分我们会连同哦，最近我们对那个少子女化部分所做的一个通盘的，我今天没有时间了、哦，你们长照也是这样搞，这个啊，找这个一般。这个补助、哦、居家的这个保姆照顾计划也是这样搞，所以一直没有办法执行了、啊。我是跟你讲、哦、这个发掘问题的所在啊。是啊，您来听下去啦。是会，否则的话，你们现在还是执行不出去嘛？啊，什么时候要改嘛？时程给我一个时程。等我们通盘研议好之后，就会一起改了。好，再几年，3个月、半年。我们估计大概是对，差不多就是您刚刚讲这个时间，从3个月到半年。我忘了跟你讲几年，就讲好了。你刚刚没有，我们刚好有最近有个规划，就是要针对少子3个月，好不好？赶快实行不出去啦！哦，好，谢谢委员。